孩子 SOHO 窝在家，坐吃山空爸妈慌。你做的是什么工作？我现在的工作是光建铸造师。那时候，妈妈就说，看我每天在家里，然后弄电脑，她不懂，然后她就故意不煮我的饭。你担心什么现在？哎，还是担心她的收入，有超过一般上班族的22K 啦。所以妈妈，你担心？我认为那个太少。今天晚上9点钟，爸妈熊很大。